家提问时间。假如你们身处末世，周围都是丧尸，请画出能保护自己的东西。不许偷看啊！谁要看你啊？搞定。对付丧尸当然得用加特林和电锯了，远程和近战完美的组合。想得挺好，就是画的有点烂。星洛你呢？这是大魔王。我觉得他应该能保护我。小罗，我把你当作我的。你要干嘛？你喂喂，这里还有人呢。你给我画的武器也太少了吧，起码加把剑，再画点生存物资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你不该难受。搞错了，再来。这就是我的世界，强者为王，可你的世界完全不同。你愿意进入我的世界吗？俗话说，每逢过节胖三斤，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你这哪里是胖三斤，至少胖30斤了吧？你怎么一点都没胖呢？因为你在吃的时候，我都在练练练。动漫人物也要注意形象啊，瘦下来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容易啊，找漫画家改改体型不就好了？啊，这也行？还可以改成强壮型，暴走型。还有 Q 版造型，想怎么改就怎么。是改的什么鬼啊？哦吼！もう天気なんだから。ナミさん、はい、喜んで。ねえ、その武器かっこいいな。私もあのネオ海軍のアイン触られたのです。ネオ海軍探し出して。ほらな、エレーム拾っちまった。各种腔调的滚，悲伤的滚，调皮的滚，嫌弃的滚，霸气的滚 ，TDB 滚呢，台湾腔滚了啦，派腔我一滚出去，塞班滚，小心滚来滚去，撕心裂肺。
在吗？在吗？吃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你干嘛学？你干嘛学我说话呀？说。你干嘛学我说话？哎呦我操！我喜欢。我喜欢你。吃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白色梦，天天在乱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。